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人家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开什么枪？东莞仔五大豪华名场面一黑社会，都老实入晒头啦，话等天差唔多。咁讲，你一定出嚟选啦。东莞哥为阿公入贼，对社团有功，谂到差佬咋嘛？唔知嘅，以为你谂咗一哥。 大家都为公出外，个个都出，出过嚟就点啊？讲够钱就食屎啦！你知睇下有冇实力啊嘛？阿爷，你差唔差我做白事？你都好多人争。 江湖迷路了，说吧。你老大飞哥失踪了。 以后这儿的生意由我们接管，你说了算啊！这种事我不会乱说。是真是假，大家还不知道。我老大不在，照顾你由洪先生做主，用不着麻烦锁手哥。况且我们的客人你们也不熟。 黑社会。喂，姐，谁啊？表弟兄弟拦住个路口嘅。四黑社会。 全力支持我，我林老庄，大家撑得住办事。都办事咯，你有办事，我有办事，唔使争嘅。
反贪风暴。要同事把所有计算机和文件搬回去，这里我来处理。是，长官。罗先生，香港会计界的教父。嗯，有本事，动作这么快，但是没用的。现在2014年了，你怎么删都删不掉了。别说我拿回我们警队，我拿去旺角黄金广场，谁都能把它找出来。除非整部计算机不见了。法官也没辙了。